膀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好，是肩膀的动作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动肩膀？为什么我们的箭头操第一步要来动肩膀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老师上次说，如果你吃饭的时候这么紧张，这样这么紧绷，那你吃饭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容易呛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的肩膀要放松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跟着老师。